只能玩绿巨人了，玩绿巨人了。他是 buff 野猪，屠夫猪。屠夫猪我们也挺难守的。这个时候不能跟凤凰，他肯定会下猪。还是带盾牌的。加兰兵小店加剑雨截他，他不跟的话一炮好像不够啊，够了，对面没守好吧？已经守得很好了，我们这把不乱来的话基本上是没赢的。感谢这个下左边，他带的是盾牌，所以他过牌要稍微慢一点点。他这样丢火箭肯定不行，他肯定守不住我们了。我们不要打同路，打双路，因为他一个屠夫的伤害不够，解不动皮卡，但他可能会下盾牌。我们左边一路给他攻到中间来，右边炸弹兵狂暴着小店。我就亏了。这个卡还是尽量不要先手了，先手比较吃亏啊。这个绿巨人不要下他脸上，下他脸上的话投保守可能会投到他同一只鱼钩，可能够不到了，他肯定要点前排的，所以这一波我们也是直接下皮卡，把这防爆解掉，这边有皮卡的，垫一下，还有盾牌，关键是这个人，
哇，掉那么多血啊！好恶心，好恶心！ 等一下，不管了，直接进攻。 我还想说，哎呀，不下牌了，看能不能赢啊！看看来有捐一步路还是赢不了。
对面女皇出没有带速递的，或者是没有滚木。完，守不住了，完了！我很佩服你的胆量。居然还敢下足，然后对空的话他也是会被别的法术给秒掉的，手越短的话越容易被法术秒，对不对顺利，对吧，你下只能下在塔边上啊，所以不太好。但肯定你用猎人加低分段还是蛮厉害的，只是说分段高一点它不太厉害，因为分段高一点很多时候都蹭法术的，如果你是防守流的卡的话都蹭法术。哎呦，在空中被他给滚死了。对面是什么卡呢？我都没猜到对面是什么卡，带这么多小费。我也不敢成皮卡，成个鱼钩。顶上。
我操，这么卡吗？ 我去，没解掉，像大皮卡好像也守不住。 他解不了凤凰的，但他有虚空法术。 可能是天狗啊，小龙虾击下来可能是天狗，可能性比较大。
哎呀，这么多血都没激活到，我就白让他跳了。气球啊！ 漂亮！漂亮！ 机会，我们这套卡战利品换边炮的话费用太大了，这把是个大卡，这把我们吃下来的话也是很舒服。当然，我们不能看到对面的卡说这个战利品换边炮来打对面，光打对面可不行，我们要面对的是千军万马，各种各样的卡组。 输了不用看，这把能输？
输！哎呀，好像也没赢啊！凤凰下撤，完美接通，他前面有公主的要小心，鱼父跟他下一个直线。 小电垫一下，过一下进化轮次。虽然我们没进化小电吧，但是也这个象征性的过一下。用巨人乘上，剑雨准备扫桥头。他如果下公主的话，头掉头掉。皮卡下起来，战利兵跟上，鱼钩钩这，小电可以电的。 鱼钩，勾他过来，扫掉。他没有大法术的，他公主敢下出来的话，我们绿巨人可以顶上。还有狂暴，电一下，剑雨扫掉，扫。 回不一下，哇，这还有进化小骷髅，真难受！暂停炸一下，绿巨人顶一下，鱼钩勾他，狂暴加小电，算了，小电不交了，留给下一波再交。他没有大法术的，所以说他必须得打左边这个塔。 来预判一下公主，我急，这波不用点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大法术斩杀不掉，前提一个大皮卡肯定是在左边。扫好他的吹剑，看好他的飞桶就行。下肢，小电直接电掉，留个剑雨的备用。 挡住，给他挡住，扫掉，扫掉，给他扫掉，跟上，跟上，绿巨人给他跟上，狂暴下这里，狂暴下这里，大脸兵跟上，一刀，点他不过这个，剑雨有的，准备嘲讽，就是那么的丝滑。不，我备赛主要的这个啊。 训练方法还是休息啊，多睡觉啊，多睡觉，多睡觉的厉害了啊！来右边绿巨顶上，鱼钩准备勾珠啊，这波手珠的话也不好守啊。下这个皮卡顶不顶的？皮卡顶的话被一个速递全砸。下鱼钩他也会开技能，再下速递，我去，刚好被他那个到。 不用急，不用急了，这个的话必须得双倍。但是我们尽量不要掉血，皮卡也是捏好，皮卡加狂暴，给他迅速的解掉。还好只攻了两下，已经解的非常好了。他这波只有加农炮小骷髅，他会先下个加农炮小骷髅，晚一点再拉。不会急着拉，现在拉，炸了没预判，炸掉，再炸。 下早了，我丢，垫一下。哎呀，完了，血亏啊！早知道不进攻了啊，说好的不进攻的，还是忍不住，嘴上说着不要啊，手上还是很诚实。虽然进塔了，但是我们有狂暴，还是可以截一下。我掉了那么多吗？这一下。 就这两秒半的时间，给我摸了又这么多血。不过没事，我们打对面一波的事，只要给我们有一波的机会就可以。绿巨人下右边，他右边肯定下女皇，到时候我们左边清理皮卡，不要跟他女皇捅路。他下这个，他现在没牌下。
下女皇了，漂亮！左边清理，右边这个不要了。右边还得补牌，不然头发首先投到他的女皇。右边下鱼钩，站那边也下右边。 必须的，不要下铜鹿，他有进化，他有冰豆子的，能给我们冰加一起。这样，漂亮，还有个小骷髅，进化小骷髅一回合，就是这里。来，开这，准备还能吸上来。下什么小骷髅，一个箭鱼扫掉。 这怎么一刀砍空了？我去，这咋那么点嘛？ 对面这个小伙子守的还不错啊，这一波是觉醒的钻机啊，我们只能成鱼钩了感觉，成凤凰左边贴边也可以，但成凤凰太好解了，带个豆子就给我们解掉了，但我们赚了费用不能不下牌，作为一个猛男赚了费用怎么可能不下呢？来，左边绿巨人顶上。 进化了电塔，给他解掉。我们再来个炸弹兵，右边下一个进化皮卡，凤凰别下这，下这里好一点，不用急着下鱼钩，下太早的话吃毒药，下绿巨。 小智，补到一个！我去，没打进去呀、啊！我去，被炸了！他感觉对面都要崩盘了，怎么是？过去只打到对面100血啊！我去啊！ 哎，失误了吗？没失误。哟，哎呦，第二个没炸出来。
有一个国庆欢狂节，有一个这个活动。又有兵法，哎呀，你干嘛？哎，嘿，漂亮，炸死了，漂亮头，一下，亮一下，舒服呀！就这，守住就赢了。是啊，我们要开始防守了。这居然一波就给他推到了。不过我们这一把还是打的比较果断的，因为你们知道对面没有滚筒，他没办法去切后排的。哇，这一波掉了1000血。守不住啊，感觉。厉不厉害你亮哥，来打起火。